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们移民英国生活资讯了。本来我录了一条片的，是关于物业的，不过呢现在就放在一边先了。大家都知道，国安法已经立了，七一就会实施了，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其他事都不想讲，也都不想，我想讲一下我的心情，或者是说对看见香港人现在身处的情况，大家的心情，我觉得有一些感觉。对于拥抱中国大陆繁荣安定的那些人，我们不讲，是吧？我们只讲我们想住移民，或者是有其他想法 的一班人。那这一班人里面都分开有 BNO 和没有 BNO 的。有 BNO 的人，简单来讲，不需要太过有罪疚感，也都不需要觉得我们抌低了一班年轻人，也都不需要觉得我们好像走难那样，有些五毛又在那里，你班狗走啊，诸如此类。即是这样讲，有很多人会，有很多人，当然我们是很不舍得香港，但是从积极的另外一方面 来看，或者是说，从消极来讲，不舍得香港，亦都不舍得，亦都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一班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没有 BNO， 没有机会走。你有的本钱是我们没有的，就是你有青春，有能够拼搏的时间，还有能够去错误摸索的机会比我们多很多。所以呢，不需要怕，不需要担心，即管去尝试走出那一步。其实在几十，我们上一代或者前两代，他们都是这样。有些人他只是看见香港是一个地方，以为香港是一个地方。但正如英国的议员曾经讲，我忘记了他是在他议会那里讲的什么，他说一个完善的体制是一班很勤力有毅力的一班人那里，几十年之后就成就了香港。所以香港人的价值，香港的价值是在于里面有一班香港人。所以我们一啲，我真的完全觉得我们一啲都不需要觉得自卑，我们不是走难。几十年前很多国家接收了犹太人，犹太人的历史大家知道，接收了犹太人，今时今日哪一个国家最强盛，而那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又在哪些人手里面。所以我觉得今日不同的国家，如果他有智慧的话，他一定会当我们香港人是如珠如宝，只有一些不知所谓的以为我们香港人什么都不是，以为香港就是那块地方。你说我英国渔业都好啦，是不是塑造到加上我们香港人独有的一种毅力，一种的努力，一种的性格，我们哪里都不怕，我们去到哪里都不怕。如果你万一有罪疚感，觉得哎呀，我们抌低一班年轻人，其实不需要，因为我总要有些人在那边去预备好地方嘛。如果万一有一天这一班年轻人可以走，有任何的渠道，因为这一班年轻人都有急和不急的嘛，有些急的，正如我之前两条片讲，嗱，林去咗旅游先啦，边度都好啦，系咪？唔急嘅，佢日后都有机会过到嚟呢啲地方噶嘛。正如我哋有亲戚都会有咁嘅经历嘅，就系佢喺八九嘅时候，佢喺外国，佢读紧书，佢冇参加过任何嘢，冇咩嘅。不过就系美国突然之间话放宽咗，咁佢咪攞咗绿卡咯，系嘛？所以呢一班年青人，佢有一日佢有好有好大机会会嚟到我哋宜居嘅地方，我哋就预备好一个地方。到有一日，我希望大家能够将今日我想传开去嘅呢一种嘅互助互爱嘅精神去帮助佢哋。另外冇 BNO 嘅青年人，你有朝一日，你绝对，我相信绝对有机会，你会嚟到，有机会嚟到外国。咁我亦都希望啦，已经先到步的外国的香港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记到现在，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讲过，很小时候
他就教我一样，我阿妈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他很厉害的。我成日觉得我阿妈是一个、啊、如果我不知道我阿妈有没有会在这里看到，因为我们失散了。我阿妈由小时教我一样东西，我觉得好，我觉得津津乐道的，到现在。他小时跟我说，这个世界没有了，不会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行的。一方面我们自己不要骄傲，以为人家没有了我不行，我们不行，然后地球不懂转。另一方面我们都有一个态度，就是这个世界是不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以致到我们不行的。我们有那种毅力。年轻人又好，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现在在香港什么都没有，我们怎么什么心态都好，为什么我过去录这么多片，什么50,000元又移民，就是鼓励大家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这个世界只有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没可能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好吗？顺带提一提啦，刚才讲如果大家在这段时间比较急又好，什么都好，要去外国稍微落脚的，你其实可以找 B&B 上网、啊、很大的平台去找 B&B book 定一些最少日子，譬如两日三日的，这样简单，当然我们可以选一些便宜的去落了脚先，然后跟他 contact 了，跟他业主 contact 了，你跟他谈长一些的约，譬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这个 B&B 那些盘呢，因为过去呢很多因为 lockdown 啊，嗰啲做 B&B 嘅人咧，佢半年咧都冇乜收入噶啦。所以咧，如果你住落同佢傾長約咧，佢絕對肯減租俾你，絕對肯平俾你租嘅。而尤其是你話租兩個禮拜、三個禮拜咁。所以咧，就呢、這、一個都係網友，即係我哋私底下當我哋教佢，其實過往其實我哋提過嘅，不過我哋冇詳細講到呢一樣嘢。不過而家我哋係咯，再喺呢度公開咁樣詳細講一講俾大家聽。就正如好似我哋初度到步都係咁噶，我都喺之前嘅片我咪講過嘅，我係喺個城區嗰個圈嗰度分成五六個地方，嘟嘟嘟嘟嘟咁樣，呢度租幾日，嗰度租幾日，呢度租幾日，咁樣住噶，咁樣住咗成個月，跟住感受嗰度。好多網友會問我哋啊，究竟某個地方個治安好唔好啊，或者咩城啊，咁點樣揀？其實咧，你最簡單就係你自己感受。所以之前有啲片講咗你點樣感受嘅，好冇？你點樣去揀地方嘅？咁如果冇睇嘅，睇翻之前嘅片，然後咧先至再喺當地你比較熟習咗，然後咧先至再喺當地去揾。我哋會之後再講噶啦，即係租屋呢樣嘢。租長期屋，因為你之後找學校、找工作，所有嘢都需要地址嘅，開銀行户口都需要地址嘅。到期時先至去找一個比較長遠一啲嘅簽約式嘅租盤嘅樓盤，好冇？同埋如果覺得我哋嘅片係幫助到你嘅 share 啦，其他人真係你咁樣係幫其他人，好冇？跟住 like 我哋啦，同埋撳鐘仔。咁呢條片。今日我真的只能够有个目的真的讲这些东西。好吗？香港人加油。下一条片见。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那个 Facebook 那里就开了个 group, 在这里了。我们向两种人招手。一种人呢就是提供是帮助一些呢将会来到英国这里居住的一班人。这一班人我们招募呢就是你本身在英国的各个城镇那里生活，然后呢可以我们一起在一个讨论区里面呢去帮助解决他们新来的人他们很多的资讯的问题这样的。那这一班人如果你是尤其是你各行各业里面的专业啦，那另外一班人呢就是你不是拥抱着中国大陆的繁荣安定的而要过来这里生活的一班人。这一班人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在我的 group 里面呢这两班人我们可以多一些的沟通，然后呢去帮助你们尽快去适应当地的生活，好不好？那我们的 group 在这里了，那是我希望能够做得到有一个这个是义务性质的，希望能够做得到呢就是帮助到大家这样。